龙登上了乃是健康十一月封面，久未露面的他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网友眼中，瞬间引来了大家的热评。要说运动员出身的吴奇隆身材自然不在话下，虽然前段时间发福了一些，但是近期他又瘦回来了，并且还练出了结实的手臂线条，样子看上去十分帅气。一件短袖白 T 牛仔裤的吴奇隆看上去一脸清爽，身上还存留着几分成熟的男性魅力。作为出道多年的男明星，镜头前一身休闲西装凹造型，小肌肉身材荷尔蒙爆棚，看脸就像20岁。吴奇隆的颜值不愧是小虎队的颜值担当，身穿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套装，搭配一件黑色刺绣披肩大衣，可以说是贵气十足了。吴奇隆内搭黑色小树领衬衫配黑色西装长裤，全黑式背景下更加凸显出吴奇隆健硕的身材。一件宽大刺绣披风搭在身上，既霸气又贵气逼人，披风上运用金丝银线勾勒鎏金花纹，更是显得高级感十足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